近过得好吗？还好，其实有点累。想我吗？孤独面对失败的时候，告诉自己努力抬起头。每当面对挫折的时候，告诉自己勇敢向前走。人生就像火车的站口，总是来来停停又走走。人生就像变幻的节奏，一次一次不同的感受。走，一次一次不同的感受。